了我们的金曲歌王。哎，你们两个今天真的就是一杯呀、啊！奖杯举起来，不好意思，我过来一点。好，来这边，好，我们先这边，先从这边开始。好，恭喜阿丽，耶！我们的金曲歌后，太开心了。得奖的时候，我还不知所措，我以为就是这一次也是自在参加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金曲奖他那么重呢，重呢，因为我上一次真的有拿过，但是是担任颁奖人的时候，第一次真正的拿到金曲奖了。16年了，然后呢拿到第一，可以为我尖叫声吗？各位来请大家道歉们，我知道你们辛苦了。我爸妈今天是第一次跟我一起走红毯，然后跟我一起等待这个奖的结果，然后在上台之前就是知道是我的时候，我妈妈一直在我的耳边说，哎，要漂亮还是要哭，还是要漂亮还是要哭，还是要漂亮吧，这样子。然后说好，我忍住，好好好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妈妈哭得很漂亮，你要很漂亮。我是入围这么多次以来第一次把得奖感言印出来。所以之前都没有吗？之前没有，我想说我都可以记在你，对。所以其实我真的很谢谢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其实我们最近也是那个我们部落的丰年祭，所以有一些准备。我爸爸又是头目，所以他比较忙，所以我就跟他讲说，女儿也有一些自己的丰收，所以希望你可以在现场跟我一起见证。然后他就说，啊，如果没有呢？喂，我说，不然就三香嘛。然后他就说，不会啦，我来的就有了。所以其实今天爸爸妈妈都是我的幸运。那等一下一定要好好的去庆功哦。啊，爸爸妈会一起去吗？爸爸妈妈刚刚已经有警告我说，不要酒醉哦。我已经差不多醉了。好，我们先单拍一下哈。遇到这个真，我真的不敢想哎，我是大傻眼，不敢相信。上台的时候心情是什么？你那时候已经傻住了。我本来我以为很平常心，但是上台前大概20秒就会感觉到那个心跳变快，对，还是会有紧张的感觉。知道这个跟去年跟前年一样，就是你只听得到哈，就断线了，就后面就是啊就断线，然后想说啊。好像是我要上去，我应该要走上去。我好像有什么没讲到的，但就想说算了，也不是一定要在台上占用时间的事情，就写在社群上面也 OK。但我今天讲的东西是我有先 re 过的，因为我怕万一得奖字词超时，所以我都会先在家里练。练几次啊？练个就是按计时啊，就好，就按90秒，然后看是在90秒内还是超过。真的假的？我去年、前年都有练。我今年好像还没有买什么精品。没有啊，可能不晓得，我还没有计划到呢。